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7面倒数第二行啊，57面倒数第二行第9。设施各法一城门，此门表言除无碍。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此是数事。设施者，过现未三世，每世又各有过现未三世，于是成为九世。九世互入唯一总世，总世与前九相合而为设施。前面八门，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讲空间。讲相应。这个无碍，相应无碍，相融相即，讲微细。案例全是讲的空间我们已经知道了，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这关系是一体。那在时间上讲，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是不是也包括在里面呢？没错。为什么？时间跟空间也是在意念当中生的它也不是真的自性里面没有时间跟空间我们在前面八门里面能够体会到了这一门呢给我们讲时间。文里面说，此门表言粗，言是长时间，延长了，粗是短粗短的时间。无碍就是没有长短了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是长时间，一念是短时间无量劫就是一念。这华严经上说的念劫圆融念是短时间，劫是长时间，圆融的自在的，没有障碍所以如果要问这成佛断烦恼成佛需要多长的时间从理上讲一念嘛
一念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啊，一念迷了，佛就被变成凡夫了。啊，佛会不会变成凡夫？佛不会了，为什么？佛不会迷。啊，觉了之后不会再迷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经里面很清楚，很明白，还不是一次告诉我们，屡次的告诉我们。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时时刻刻在点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觉悟了？什么叫觉悟呢？放下就觉悟了。啊，这个要知道，没放下了，还是没觉悟啊。没有觉悟这个状态之下，那就要常常点醒你。啊，悟有两种，有解悟，有证悟。啊，解悟明白了，做不到，做不到是不是真的理解了呢？张家大师当年告诉我，没有，不要以为呀，你觉悟了。你以为你觉悟了，这是很大的错误。啊，真正放下了才是觉悟。啊，他老人家当时举个例子给我。啊，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他说桌子上第一边放个铜板，这边放个金币，现在说随你拿一个，你要拿一个，那我们当然要金币嘛，不要铜板嘛。啊，这就说你觉悟了，你一定会挑，挑的正确啊。啊，不觉悟不懂的，他看这个铜板不错啊。啊，尤其铜板是新的话，哎，很好看。那个金币要是旧的话，哎，还没有铜板好看。你要哪个？我们懂得这个含义啊，叫真的觉悟了。你怎么会不挑佛菩萨？你肯定到那去了吗？啊，你肯定选择十报庄严土，你不会选择六道轮回。啊，六道里面你真的觉悟了，你肯定选择极乐世界，你还会再干这些傻事吗？啊，你看看，就在我们眼前，念佛往生的，啊，给我们展示出瑞相的，啊，人家觉悟，就是万缘放下了。啊，觉悟之后的样子是什么呢？真的，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四字洪名，不说六字，阿弥陀佛。
啊，除这个之外，他心里面干干净净，一无所有，什么牵挂都没有，他走得自在啊，走得潇洒了，啊，真的走了，啊，一点不是假的，啊，他家的邻居附近的人都看到啊，啊，他们家放光啊，他们家有异香啊。这都是在末法时期来给我们做证明的，真正觉悟了啊！觉悟的人不再干傻事啊，觉悟的人不会给自己添麻烦了啊，都觉悟了，觉悟的人也不会给释迦牟尼佛添麻烦。啊，这正法久住啊，啊，所以我们今天从觉悟，啊，觉悟是有了，啊，没有办法走向觉悟，就是我们的自私自利没放下，我们的名闻利养没放下，我们对于五欲六尘的贪念没放下，啊，我们贪嗔痴慢的烦恼习气没放下，虽然在大经里都听明白了，听清楚了，在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是烦恼当家，不是觉性当家，觉性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我们用十个字来表法，大家容易懂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菩提心的体是真诚，真永恒不变。啊，宇宙之间什么东西永恒不变？只有真心永恒不变。真心就是本性，就是自信。啊，还原观上讲的，自信清净圆明体永恒不变啊，见现见什么？就是见这个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个东西，见不了性啊，也就是自信不能当家做主啊，自信当家做主，烦恼习气一扫而空，没有了，妄想分别执着都不存在了，
是大慈大悲，佛菩萨，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大慈大悲，应化在十法界。我们不讲四圣法界，应化在六道，应化在人间。随众生心，这是恒顺众生啊。应所之量啊，众生希望什么他都能实现啊，随实现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那叫妙用。那么他现象干什么呢？现象是度众生的，帮助众生觉悟啊，做出样子来啊。让这个世间芸芸众生看到了，一下就醒悟过来了。烦恼习气重的刚刚醒悟过来，可是怎么样，立刻又迷了。好像睡觉了，你把他叫醒了，哼一声，眼睛还没睁开，又睡着了。我们学佛就像这个样子啊，听经好像是一下醒过来了，可是还没起床，还没翻个身呢，就又睡着了。这样的人有多少？太多了。几个人清醒过来就爬起来了。那什么，那叫真觉悟了。打应一声，哼一声，又睡着了，这不行啊。所以祖师告诉我们，悟后起修啊。信、解、行、证。你能相信，你能理解，这是解悟。悟了之后怎么样？或者修行。修什么？就应当要想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悟十三藏，历思练心呐，真修啊！早年方老师把《华严经》介绍给我，特别提出这一段五十三参。真舍智慧也，这他老人家讲的，那不是假的。不是在书本里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真的把执着、分别这些习气断掉。五十三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从早到晚你所接触的一切社会的现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天都在参学啊。你有没有在这练功夫？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练什么功夫呢？练不执着，
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就练这个。啊，果然真的不执着了，这个不执着是无我啊，决定没有自私自利了，只要有我就执着。啊，阿罗汉不简单了。啊，金刚经上的标准，他真正做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得很清楚啊。这是什么人呢？须陀洹。啊，须陀洹也在做报告跟我们分享。啊，他说他真的须陀洹了，他决定没有证得须陀洹这个想法。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不就着相了吗？着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没证得了。真的证得的时候痕迹都没有啊。心地干净，痕迹都没有啊。所以阿罗汉得到了什么？得到清净心。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觉，他清净得到了。如果还有我，那是染污啊！啊，我是什么？阿赖耶识里面莫那的染污啊，莫那是一根染污意。啊，只要有我，就有四大烦恼常相随。啊，我爱，我吃，我慢，这就是贪嗔痴。啊，所以贪嗔痴是与生俱来的。啊，三毒烦恼。你看这个病多深啊。啊，觉悟之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没有贪心啊，顺境没有贪心，逆境没有嗔恚心啊，待人接物没有傲慢心，你贪嗔痴没有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时，你表现的是心平气和。啊，处事待人接物是一片慈悲，慈悲是从谦下流露出来。你自己不能谦虚，不能够卑下，啊，处处尊重别人，慈悲心没有。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学问深时意气品。啊，真正有学问的。有德行的人，他没有脾气，啊，他绝对不会勉强别人，啊，是啊，他非常随和，啊，为什么？他连我都没有执着了，哪来的我所？我说我所有的
他没有这个，我与我所都没有了，都放下了，所以才能成正觉啊，证得阿罗汉。证得阿罗汉给诸位说，六道没有了，他超越六道轮回了，他在六道里面是来教化众生的啊，也是来修行啊。修什么呢？因为他执着放下了，分别还没放下，他还有分别心啊。啊，分别比执着要微细啊，执着相很粗啊，啊，他分别没放下啊。那么在六道里面修立分别，比在四圣法界里面要快得多。啊，这就像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修净土，在此地修行，比极乐世界修行还要殊胜。啊，娑婆世界修行一天呢，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啊，为什么？真的是大风大浪嘛。那极乐世界那里没有风浪嘛。啊，所以它进度就很慢。这个地方进度很快。成就快，堕落也快。啊，所以设方插图啊，不能说哪个地方有好哪里坏，不能说，没有好坏啊，好坏不在外面，好坏在自己啊，自己要会修哈，这个境界太好啊，我们在这个世界要真正用功修的话，将来往生可以往生到十宝庄严土啊。如果你不善学，你不会修，你在这个地方修的是凡圣同居土，到西方极乐世界再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啊，至少还要用十劫，用那么长的时间。如果在这里你真会的话，哎，你这几十年的话就超过极乐世界修行十个大劫啊，因为它诱惑太多了啊，好事也有，是坏事也有，你在这个里头啊，真正能够修到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这无动于衷啊，你就成功了。那清清楚楚是智慧，了了分明慧呀，如如不动是定。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啊，这样的功夫念佛往生是生十宝庄严土的，啊，不是方便有余土啊，啊，真正做到不执着了，不分别了，在方便有余土。啊，有分妄想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啊，用这一句佛号压住，不让他起现行，这叫功夫成片，这叫待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这个我们都搞清楚啊。啊，然后
我们对于时间严肃无碍，真的明白了。啊，去提升自己的境界，你看看，靠谁啊？全靠自己。啊，诸佛菩萨的示现跟教诲都是平等的。啊，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望？你们说说，佛菩萨对我们有什么期望？是不是期望我们好好的学？啊，正法久住，我们这一生能够高品位的往生，说实话，这些都是我们凡夫的妄想。如果佛菩萨对于我们有什么期望，他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为什么呢？他起心动念，不但起心动念，他还有分别执着，哪有这种道理啊？啊，硬化到我们这个世界，他已经退转了，退了跟我们一样了。啊，我们在误会呀，他没有啊。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天天给我们讲经说法。啊，跟我们在一起也有说有笑，确实他没有起心动念过。人家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了。啊，我们用的较低意思来说，念念跟自信相应。他不跟烦恼相应啊！啊，起心动念就跟无明烦恼相应啊，分别就跟尘沙烦恼相应，执着就跟见思烦恼相应，他全没有。啊，这些通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你才晓得怎么个修法。啊，修行不离开生活，不离开人群。啊，五十三参哪里都可以去。离世无碍，世世事无碍啊。世宣门就是讲的世事无碍啊。没障碍。全是帮助你成就你啊！你在这个里头一接触啊，自己什么样情形全都显现出来啊，功夫前身立刻就出来了，哪里还需要找得到什么祖师大德的印证啊？不需要啊，那些印证跟你说都是表演的啊，表演给世间人看的，不是真的啊，真的尽在不言中啊，我不能不知道。以上八门恒是圆融之相，恒是讲的恒遍十方，这就是空间，是此时数门呢，数穷三际啊，
数十种时间讲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啊，那么我们纵观什么？时空是一，不是二。啊，时间跟空间是分不开的，是一，不是二。空间里面没有障碍啊，时间里头也没有障碍。得大自在啊。啊，实事，什么叫实事？啊，时间我们一般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啊，中国人讲得很踏实。啊，从四象上讲，三十年叫一世。啊，你看中国的世字是三十。啊，就三十年叫一世。啊，古时候啊，这个一般家人呢都有祠堂。啊，祠堂里都有家谱。啊，家谱多少年修一次呢？三十年。啊，三十年要修一次谱。为什么呢？底下一代小孩出生了，名字补上去。佛家讲九世，啊，九世怎么说法呢？你看，它有过、现、未三世，啊，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这些过去三世吗？啊，现在呢有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只有三世了。未来呢有未来、过去、未来、现在、未来、未来，这个合起来叫九世了。啊，九世互如，这是一个总世。啊，加这个总是，这叫事实。啊，你看佛家把这个时间，啊，他讲事实，我们一般没想到啊。啊，事实古今呐，说此事是各利之法。同时具足显现，是曰各法异成。啊，这解释这个名词，什么叫各法异成？很好，他这里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别异之法，啊，九世之法了，这别异呀，过去不是现在，现在不是未来。啊，过去过去不是过去现在，这从时间上讲啊，但是怎么样呢？它居时成就，
居士就是同时啊，同时成就，所以叫一成一，是九十啊，成是相如。啊，具足显现，我们在第一段啊，十玄门的第一段他讲的是，这第一段是总说同时具足相应门啊，不但同时啊，它同处啊，因为每一门它这个标题啊是七个字啊，他省略了啊，是同时同处具足显现的啊。到末后底下一门的时候，就总结主办圆明具德门啊，这总结。底下举经文字，敬礼华严初发心功德品源啊，这是我们通常称为六十华严啊，在中国最早翻译的，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的经文都是残缺不齐，所以只有36000诵啊，全部华严经呢是100000诵，你看只有36000诵，大概就是1/3。华严经没有全部传到中国。大概传到中国以后，陆陆续续来的，大概一半的样子。啊，经太大了，分量太多了，啊，所以非常容易啊散失。经上有这么一段话，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这就是讲的念即圆融所以时间跟空间它是什么样的性质，法相宗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法相入门的典籍白法明门论啊，天亲菩萨造的啊，根据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造的啊，瑜伽师地论把一切法归纳为660法啊，天亲菩萨感到对于初学的人来讲呢太烦了，分量太多了不方便，把660法
归纳成一百法。啊，便利于初学。这一百法展开就是六百六十法。六百六十法展开就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啊，所以百法了是一切法的归纳。啊，这把百法又分作六大类。啊，分作五大类。啊，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法、无为法。啊，所以叫五味百法。啊，分这五大类。啊，前面四类呢一共是九十四法。都是有为法。啊，有为有生有灭。后面六条无为法。无为法是你看不出它的生灭。啊，所以虚空列在无为法里头。哎，这无为法呢可以说有真的无为，有相似的无为。啊，像虚空是属于相似无为，它不是真的无为。啊，真的无为只有一个真如。啊，就是自信。啊，自信清净圆明体，它真的是无为法，啊，没有生命。那么空间跟时间列在哪里呢？啊，在有为法里头，在不相应心法。啊，所以不相应，它有这么一个现象，它不与心法相应。啊，心法是八识，八心王，它也不跟心所相应。啊，这个心心所，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精神现象，它不是说有精神现象。啊，色法呢？有十一种，色法就是物质现象，啊，它也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精神，但是它是从精神物质里头产生这么样东西，啊，产生出来不属于他们，跟他们不是一类的，叫不相应心法，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抽象概念。啊，它不是真的，抽象概念，啊，所以百法里头有十分，十分就是时间，啊，我们这里讲的是时，古今，啊，是属于十分，空间呢讲方分，啊，空间讲四方，啊，讲八方，讲上下。啊，空间跟时间呢，在唯识里头都称为不相应心法，啊，抽象概念呢，没有事实啊。啊，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一念出生的，这个宇宙从一念出生。现在的科学家慢慢对这个有兴趣了，啊，逐渐逐渐大家也都肯定了，啊，宇宙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时间，啊，一念出生的，
啊，现在量子力学里头讲这个东西。啊，越讲跟佛法呢越接近。所以无量劫跟一念没有区别。啊，无量劫是怎么显现的？是一念一念累积的，实际上只有一念的，这是真的。有没有过去？没有。这一念有啊，有这一念，从一念里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这一念如果要是断掉了，停止了，一念停止了，过去、现来、现在、未来都没有。啊，真的，就像我们看电影，我们在荧幕上看电影，我们知道荧幕上那个画面呢，是一张一张独立的幻灯片。哎，在灯光之下的投影，啊，一秒钟，它的速度24张。张张不一样啊！你现在看的画面上，画面就是现在这一张的影子啊。如果这个画面断了，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了，都没有了。因为有这一张，它继续不断啊，在那边。啊，连续的这个现象，你知道有过去，也知道有未来，它是个幻象，它不是真的。离开这一念呢，无量劫没有了，哪来的无量劫？因为有一念，才有无量劫；因为有无量劫，才有这一念。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要知道。啊，这一念，那个利用啊，不可思议。啊，现在讲功能，啊，它的功能太大太大了。啊，那一念。还原观上给我们讲啊，三种周边，一念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啊，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啊，整个宇宙是一体的。我在宇宙里头，你也在宇宙里头，我们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啊，不但你我在这里面，所有一切人物都在里面，所有一切动物都在里面，啊，所有植物、花草、树木也在里面。山河大地也在里面，包括无量的星球，啊，还包括许多不同维次的空间，都在这一念里面，这一念可不得了啊！啊，所以这三种周边，你看，第一个讲周边法界，
这个能量信息周遍法界啊。第二呢，出生无尽，你能够见得到的，你能够闻得到的，你能够接触得到的，你能够想象得到的，全在里头，无量无数无尽无边际，就是那一念。所以宇宙从一念当中生出来的啊，全是一个共同体啊。这一念断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断掉，这断掉就回归自信啊，回归到啊，用白话明白来说，回归到无为法了啊。前面九十四法都是有为法，有为法是阿赖耶为出，阿赖耶变的啊，转八识成四智，就回归到无为法了。啊，四智是什么？四智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讲的智慧德相啊。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如来智慧德相啊，就变成四智菩提了。啊，但这四智是什么？隐而不显。啊，就是慧能大师坚信的时候所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所以他能生万法啊，万法回归到自信了，他不生万法了，那就是本自具足。本自具足的时候是隐啊，你不能说他没有，他什么都不是，不能说他没有。能生万法的时候显啊，显示出来了，显示出来的你不能说他有啊。为什么呢？刹那生灭不是真的啊，你一定要晓得啊，有就像电影荧幕上的画面一样啊，有没有？有。是不是真有？不是真有。啊，画面上的现象跟自信没有妨碍。啊，自信是我们把荧幕比作自信。啊，荧幕不碍现象的发挥。